还是一样哈，啊，那哈，今天热闹的一个戏剧表演，啊，在鼓励激励人心哈的一个文化资产保存的一个过程，啊，当然这座铁桥在民国92年首先被登录为历史。我们的公所的主任秘书周英文周主任秘书，好啦，我那个门两张清楚，一般在开好啦，好啦，好啦，我先懂诶，不会啦，你看开看土地，拢总是私有的，嘛是他公司只要是100%国有，他的土地、他的资产全部都是国家的话，安尼台湾公司唔免纳地价税，林务局干嘛纳地价税？都有财产叫他们的地价税，因为我们的台东公司一年67亿的地价税，所以我们很在乎我们的资产、我们的土地。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加做几个简单的补充。所以刚刚文化处长讲的说，事实上他说可以活化，可以开民宿。我个人觉得他在玩那个，他在玩。法律文字游戏啦，我阿姨一直在反对，希望讲买，啊，你认为咧？我咧看，八市全面的力量啦，做伙的时阵吼，一定力量比这台中的靠力啦，啊，台中是为了伊的利益啊，在10年前，伊就正销售，正销售，放起一烧，一栋接一栋，40几栋，剩30栋，哦，啊，这两栋内底就全烧了，甲空气，因安怎嘛是为了咧开发利益，因咧其中一个。曾经讲的，因哦，即摆要甲建商来合作，要来开发这块地，所以因的迄个心态已经走出来。啊，但是虽讲拢无，是司马昭出现，等于即我专讲的时阵，村乡城乡的缩小，佮转移水的缩小，有日本四种的所在，对无？琉球。有加多四种的两位，迄个厝的建筑已经拢无，干那只有名，但是无留落来，哦，你也不要对建设交代，对无？百年的铁路桥，但是咧老啊，百年在咧老，是安怎？过高层当送下来，足好的因就好好啊来建，无少一个国家，因不是无钱，而是想要甲门票来行路做一个福利，所以阮地方的民宿，阮是足靠，尤其阮做民宿的，一工工无嘛干咩，唐朝美术系也是安尼来筛选出来，逐工就住遐蹲地做艺术家，啊，我来去遐甲写诗干咩，写一段，写一段，少年轻时阵，阮遐嘛济嘛，因是对足痛心的，所以是安怎，不文书。我马上做，所以我哋紧紧来跟你对好，谢谢。但这感情的伤害，对社会来讲，嘛是一个真大的损失的点吼。咱较少咧学到强调的政府啦，但是呐，这点吼，咱应该要把它记上一点功劳。因为伫民国90年时阵，伫民国90年时阵，当天时的管政府，就对大同的接受这种地，无可以放伫遐继续运作。啊，若无去当时，可能早就拢倒退，今嘛嘛无可能修复掉。所以。一个到92年的时候，进一步的来公告为这个历史建筑到98年，所地方官定的进来的，才进行来解决咱县级的事业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地球对台湾的地球，变作是咱全民大家共同响应的一个文化的主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因此啦，今仔日这场面，这个文化的资产哈，很多历史的建筑现在都变成是外地的旅客他们首选的一个旅游的景点，这已经看出非常明显的成果出来了。这条路我们会继续走下去。至于啊，台糖公司也好，工会的干部也好，他们有不同的意见啊，我们已经迭次的跟他们说明，要按照行政程序，你可以提出诉愿啊，你可以进行行政的诉讼，最后总会得到一个解决。我们希望大家不要耗费过多的这个社会的资源，大家一切按照法治来处理这些争议的问题。